237南方日报全国版珠海召开赴深圳学习考察创新驱动总结会未来将着力破解创新五题创新驱动的珠海方法论2015年7月14日5:50珠海观察 AII01 白洋林群言罗文范 HTTP 冒号双斜线 at paper.southcn.com 斜线 nf really 斜线 html 斜线2015下划线07斜线14斜线 content 下划线7448714.html报记者陈晓沈咏仪在近年围绕生态文明新特区科学发展示范市发展定位展开战略谋划与落实，通过初步构建起三高一特现代产业体系同步实现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的基础上，珠海迎来新常态下的发展动力转换窗口期，创新驱动随之上升为珠海发展的核心战略。再加